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一再重申反贪腐的决心，鼓励民间举报贪腐官员。在内地，近来正掀起一场肃贪风暴。短短两个几月，已经有近20名官员因此被免职接受调查，其中不少是来自网络举报。不怕上访，就怕上网。反对贪腐官员的就是我们的网民，网民的力量比任何的力量都大。最近有传媒人就在自己的微博实名举报能源局局长，维权律师就举报前政法委书记。民众为什么要用这种途径去监督政府官员呢？他们又要承受几大的风险呢？这个是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增富和一个小女孩叫赵红霞的，在一个宾馆进行淫乱性贿赂的一个视频截图。建筑商然后拿这个视频对她进行要挟，想得到市政的一些工程。朱瑞峰是揭发重庆官员连串贪污案件的关键人物。去年11月，他在网上发布这条不雅影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还将有关片段广泛流传。这些东西吸引眼球，丑闻，性丑闻。北京的网监啊，这个一般的下午16点已经下班了。微博始终扩散啊，扩散的工具，发酵的工具，经过3个小时的发酵以后，我们人民监督网同时在线20多万人，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雅影片曝光之后，雷政富在短短3日内就被免职，事件轰动一时。高级官员要脸面啊，我们党要脸面啊，这就是网络的力量，网友的力量。爆料平台现在又受到封杀了，刚才我打不开，很多人都想破获，就我这个，我就这个怎么进入的，他们现在弄不了，啊！他们天天在破密码。朱瑞峰做过法制杂志记者，7年前他设立了一个人民监督网，自己以公民记者身份专门揭发和报道高官贪污的新闻。这是又一个举报全国政协委员的，只要他拿着爆料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不管他有任何目的。我的爆料的90%以上都是来自政府的内斗高官，有内部规定，所有的新闻媒体不得报道处级以上的干部，厅级、副厅级都是市长、副市长，所以说这是不允许报道了。网络不好控制，打破了他这个空缺，监督的空缺。啊，我们定位就是我们要监督厅级以上的官员，我们主要是揭露商界和政界两大黑幕。7年来，经朱瑞峰揭露而落台的受贿官员当中，厅级和处级的超过30个。不过，他亦因为这么高调揭露高官丑闻而接过死亡威吓。接到了死亡威胁的信息，兄弟，真要接这么死的仇，啊，吓不着我啊！我见过这多了，山西多名贪官到北京对我进行绑架殴打。啊，这些贪官的小伎俩。中国的反贪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最严峻的时刻。年年在反贪，天天有贪官，越犯越多。我们必须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执行宪法，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要不是你反什么贪，不好反。
从去年一直没有结，都是借的。因为我的工资真的是入职的，入职送盒饭。入职回不去，家里有人，媳妇儿、老婆都在家里的。我们一年打仗，一年多了干不着钱，咋回家给媳妇儿、给老的打交代？没法交代。二姐呢，给一通公司打电话，一通公司一直不出来找面。欠工人呢，两个老队的就是100多万，我们也是很无奈啊，正在找资金呢，啊，就最近这几天我们要想办法，啊，我们在那边找高利贷了，要把他们的工资给他们结了，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过个新年。来自湖南的赵鹏图承接了郑州市一个区政府的经济适用房建筑工程，但是就被房地产开发商拖欠了4000多万工程费，4个月前工程更加被迫停工。这个都是翟振凤倒卖经济适用房跟一通公司倒卖经济适用房的凭证，先交20万，剩余了到交房时间再补。赵鹏图后来发现，开发商的负责人原来就是区房管局局长翟振峰的太太，他于是向检察院举报翟振峰两夫妇倒卖300多套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私吞人民币6000多万。国家的要求是政府官员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开公司，但是翟振峰当着房管局的局长，他老婆专门在他的范围之内开发经济适用房，一权无私。买这里面房的人大部分都不符合条件了，不过都是给翟振凤掏了5万到7万块钱的好处费才拿到这个房的。你作为我们外地企业外地人，告了告不赢，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不管，一说是一通公司啊，翟振凤那个公司，哎呀，这事你们往别处翻扬吧，啊，我可以给你们登记登记，就这样。民告官的过程是很难的，人家为啥说难死别告官？这一次我真知道了。赵鹏图最后选择在微博实名举报，不过不够一个星期，就连账号都被封，但是就引起传媒关注。最后在传媒和网民揭发下，发现翟振峰一家四口都有双重户口，两夫妇拥有超过30套房产，连他们90后的女名下都有11个物业单位，所以被网民冠上房妹的称号。事件曝光之后，翟振峰被逮捕扣查，不过事发到现在已经个几月，赵鹏图的工程费到现在还未有着落。翟振峰已经被抓进去了，但是他老婆李淑萍公司现在正常运转，他老婆逍遥法外，你说这可笑不可笑？我们的钱到现在一分还没要过来，官员的请求太悬，而且肯定上面还有保护伞嘛。习近平主席说了嘛，要老虎和苍蝇一块打，就说你大的贪官也要打，小到苍蝇的贪官还要打，但是呢，这个一到下面执行，我感觉到力度就不足了。哎呀，咋说了，我感觉到现在贪官确实太多太多了，而且官官相护的事是太多太多了，反贪腐的路啊，说实话还很长很长的。网上检举成风，内地官员的荒淫和浮夸作风往往成为网民的讨论焦点，互联网亦都成为民间反贪腐的平台。网络反腐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事件仍然都是个案式的，处理的并没有像就是他所犯的那个腐败的程度，就是没有根据那个程度来进行适当的处理，或者是说就是他始终不能够形成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干部财产的申报就是叫做制度性反腐的一种措施，利益集团因为他威胁到他自己的，在4-5年之内我也不觉得这样的法律能够出台。
这也就导致说，就是为什么有大量的反腐的诉求只能通过互联网来呈现，就是我把这样的现象叫做网络一线天。去年十一月，重庆市北培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揭发接受性贿赂之后，两个月内，重庆当局相继免去十一名涉嫌违反纪律的政府和国企官员，案件好像雪球咁越滚越大。重庆公安上个月27号派人到北京，找最早在网上发放雷政富淫乱片段的朱瑞峰，要求他交出手上涉案的重要线索。我的家门口来了几位重庆的警察敲门，要求我举证雷政富等十一名官员他们这个性爱视频涉嫌敲诈勒索。第二日，朱瑞峰到派出所同重庆警方倾咗7个钟先至离开。我还说还有漏咬的，可能他感到压力，就想知道我手里还有很多东西，他要拿原始的，因为有原始的东西啊，里边有 U 盘，他可以里面找到恢复，找到我新闻线的一些东西，因为给我提供的是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位干警，我要保护他，我坚决不答应。我要证明这个雷政富等十一名官员接受性贿赂，我愿意作证。我刚才跟他说了啊，他又谈什么敲诈勒索，我说我认为他们真能构成了性贿赂，不构成什么敲诈勒索。我今天就是这样说的。本质上，公安机关是有权进行调取证据的，他的调取证据是否会仅仅作为证据来使用，另一方面涉及到一个新闻记者的一个职业道德，因为这里可能涉及到就是说伤害到这个提供线索的人，那么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考虑。在派出所回家没多久，朱瑞峰突然收到向他提供线索的线人电话。说行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挺好，你放心啊，他找你的事你马上给我通电话，我马上搞他。他现在不敢了啊，已经给他下马威了，只要敢破坏我的新闻线人，我们这个全体发动全体网友，全世界的媒体啊，我们来监督他。这是我的新闻线人，重庆警方光想挖到他，电话都是专用电话，对任何都不通话，只有和他通话，只有他给我打，我是不会给他打的。他听到我的声音不对的时候，他马上都挂掉了，他手机马上扔掉了。我们到底有几个嫌疑人也不能透露，这里边有很多人在努力做这个事情。这我老公王培荣，他现在被人家诬陷到那个什么东西监狱里了，诽谤罪。孙延平的丈夫王培荣是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5年前他在网上实名举报徐州市一个区委书记贪污和有婚外情，官员最后被判监13年。王培荣因此赢得江苏网络反腐第一人的称号。之后他不断收到线人提供的材料，在网上再举报其他官员。这是王培荣当时为什么在网络上公开了一个那啥，就是举报李荣启的一个公开信嘛，持续举报现任徐州市委副书记李荣启4年。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钱多，子女多，房子多。这一张呢是就李荣启接触那个什么东西，房产贿赂那个什么房产权证吧。他好像很有信念，相信国家和相信政府一定能对这些那什么腐败分子能绳之以法，是吧？
反腐败的爱这种事情，他反正是可能他有一种那种成就感呗。他一直是实名，他从来没有匿名过，他一直是实名。他说我很胆大，我做的这种事是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那个啥普通老百姓，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政府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不怕。结果给自己惹了那个麻烦嘛，他不仅没有把他举报成功，相反自己领上人家罗志忠罪名，声陷囹圄啊。黄培荣去年十一月底在经历连串被跟踪殴打事件之后，最后还因为一宗诽谤案被法院判监18个月。他都没有经过检察院，二审呢他连庭都没有开，就直接就把他判了。就先不要说内容吧，他从那个啥都程序上来讲他都违法的，涉嫌违法。王培荣的什么祖宗，哎，真正说是在治他治罪的，就是幕后的那个什么操纵的这个案子的人，就是说他反腐败过程当中得罪的徐州市的那些个有些个官吏，他就是看不过这种事情，他就要管。公民反腐败代价太大了，因为你有时候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利益集团，不是一个人，对吧？过年了，完了给他买一套那个什么红色的内衣，给他送一套新的无颜色的衣服，让他看着稍微的那个啥心情好一点。前面那边下干，这后边还有一个嘞，我不是他的，你走。这边下，咱就下去了。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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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那前面还行吗？那你下了。今天是过春节以前你最后一次探视，他肯定不甘心了，这是冤枉他，是不是？那反腐败有罪的话，那这事情说实在，你可很可怕的。举报腐败现象是吧？受到的那种个人伤害要进行那个什么保护啊，那个措施相关的条文，我没有看见有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你要个人要想反腐败，更危险，非常危险。像反腐败这种事情，反官员腐败是不是这种事情，谁都希望别人出来做，说实在的，谁都不希望自己家的人出来做。他这样做是说实在的，为国家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为老百姓负责任，为家庭，他肯定是有点不负责任了。目前我的粉丝估计10分钟时间估计达到估计50-60万是没问题的。1月28号下午发的，我从派出所出来时候发的。如果没有网民的强烈关注，昨晚我将会被带走。这条阅读量是317万，就是317万人看了我发布这个消息，他就转发和评论是33万多人。网友的力量很大，他可以替我进行声援呀、转发呀，可能会对这些腐败高官呀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由此来打一个政治对手，来提高他的形象。你有没有什么害怕？可能有一天你没办法，因为你说的话比较敏感。对，这无所谓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有这个要颠覆这个国家意志，我是在批评的。我基于宪法对他外媒的力量啊，对我进行关注，只是一种无形的保护。可能有时候这些腐败官员想对我下手，外国媒体对我一采访以后，他们可能有所收敛。
现在开始了，他们网络是已经全部上了，都是宣传部的人开始骂我，他们都骂我是个伪君子，想出名，说为政治目的。他越这样搞，我越更加坚持去做。敲击键盘，拿起鼠标，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公权力要给它锁到笼子里，这样来，这个公权力才会在阳光下运行，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跟住嚟讲嘅系东张西望。揭露文明生活入面的歧视现象，为倡导平等发声的非常戏剧节目。我们可不可以不着旗袍啊？单亲养家的酒楼女之下，对住经常出言轻薄的全港大佬，你着旗袍好看啊，你不信啊？我拍了相给你看啊。究竟口花花有没有罪？骚扰你的同事有可能触犯了性别歧视条例里面关于性骚扰的条文。全新一辑非常平等任务，听晚7点翡翠台。